要去玩夹娃娃机，玩个500块看看会怎么样。没有这样经历过，但是值得一试吧。哇，热闹啊！糟糕，有音乐。哦，不少东西啊，很有搞头，都不是我喜欢的东西，最好是有啤酒饮料可以夹，先看看别人怎么夹。哇，泡面，泡面，纸钞。方便哦，啊，这个夹给 Q 妹玩，这个太近不好出，不好出，没经验的我还是要看人家夹。这个好，这一看就要出来了。安尼会使袂？20块，希望很大啊！看你啊，我一定要把你弄出来！我跟你卯上了我。爪子为什么会这样甩呢？下来了啦，直接下来了。看你妈，王八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好，60块夹没有到半包，算了，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没那么简单。看不懂。哦，你看起来很有吸引力，很想，很容易中的感觉，但事实上并没有，并没有那么简单。饮料是最难的，但没有什么吸引我。5点以上机台。单台加5样后，将不再返黄牌。然后这是难度为3颗星，2颗星都没有我要玩的东西。1颗星就是最简单的。
为什么甩回去？他一颗是最简单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对。OK。我连一颗心的我都夹不到，看到吗？讲那个小朋友的，我怀疑人生的我。我也我都讲不到。你是陪他来玩哦？对啊，第一次来。哦，是刚好路过。最近听说这个很赚钱的，很好夹，懂吗？然后没有没有哎。对啊。在直播，你没事吧？哦，这边在直播，没事，来你好。来，阿嬷打招呼。Hey. 我的同事，哦，二十几年前的同事。啊，你小孩哦？对啊，我小孩。哦。啊，我老婆。嘿、hey, 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以前老板。不是啊。啊，你夹到的哦，我在那边夹不到啊，300块就这样而已。啊，300哦，300哦，所以我不用太难过。好，加油啊，有啊，300夹丝这样，我就专门做一颗心就好了。嗯，出货。一颗心都夹不到。啊，夹个娃娃给 Q 妹好了。对对对，3颗心，找个比较一颗心，4颗心。5颗心，好难呢。不是心疼钱，是不想当北齐，都没有想夹的。这三颗星，不行啊，连乖乖都夹不到，还出来跟人家夹什么？这个碰碰运气的。那不自己会掉下来吗？哦，夹这边看看。我操，这个，这。这里头有套路，这里头真的有套路，这个根本就白玩了。有套路，他也不会给你滚到下面来。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个哈，我个人觉得啦，玩一次你就不会来了，玩一次你就不会来了。我连一颗心的我都夹不到。这会好夹吗？我这不相信，很小哎，这个完全
完全不合理嘛，这个接触点这么小，那可能也会对。加了120块，共估。厉害的人还是有啊。这个还要两颗星耶，太甜了，我不喜欢，都是甜的东西，夹了我也是丢掉。那个夹肉肉的那个小姐，我估计她刚刚夹了200多块了。你看这个根本就不会，根本就不会出货，根本就不会出货。人家出手就是1000，我可没那么傻。因为第一个我不懂也不会，就会放而已啊。那听说这个生意很好啊，来这边见识一下。实在是不知道搞什么，这个叫夹着道就有鬼，反正就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哈，有一点点诱因啊，加那个比较香。哦，原来是空的哦，此为待夹物，要去换了。哦，这个是4颗星的，再去换钱。我这1000块进去，他就吐1000出来的。我们旁边有一个，前面有个换钞的。哦，换钞。1000换买钞的。哦好。目前只有这一台，这边这台有换钞的。哦好，我先把换钱就对了啊。长得不漂亮。好，谢谢哦。哦，它比较顺的嘛。换钞机啊，第一次用，应该是不会少。马上就有问题了。1234567890，再玩200就好。这不是换对比机吗？玩320块。刚刚玩了120，什么小朋友都没有玩到。那最主要这些都没有吸引我的东西。所以那日本媒体讲的是真的。但我还是把，我看我吃一包乖乖要花多少钱。我看我为了吃一包乖乖已经花了，就算他花了120好了。再不出货就砸了。好，跟你卯上了。我跟你鱼死网破。靠背，这里头有套路啊。总该给了吧？我靠！
我们来看300块，320块能不能吃到一个乖乖哈？吃到屎啊！家就晒了。不是什么甩爪，是不是要甩爪？好，320块，看能不能吃到一包乖乖哈。是不是要这样子甩啊？看你老师。快要杀人了。我这不是任性，他妈的是什么鬼啊？那这应该是保夹的啦，刚刚那个爪子应该是保夹的爪子。跟你毛上了，你再继续见没关系。哦，快要塌了，快要塌了。干。320元。哦，够北七了，快塌了，快塌了，快塌了，应该会掉个一两包出来吧。嗯，好的，不要不要的，好来，320元换两包乖乖。那蠢事真的是不简单。看看人家的战利品，哇，好会夹，会夹的很会夹啦，但是我不认为能够夹得回本。完全夹不回本，哇，是吧？厉害，专门夹一枚小炮。哇哦，有厉害呢。没有啊，有厉害，
哦，原来哦，哇哦，哇哦，看到没有？这才是高手。320块两包乖乖，你看人家多厉害，超强的。待会来试这个看看，可是没有那么简单的。你缴很多学费的哈。对啊，缴不起。看你这样就不一样了，再玩一下好了。哦，有样学样啊，就是甩就对了。人家也不要你的钱，那个年轻人蛮厉害的，那个夹回去给同事吃。我刚是200/100，哦，没有，刚刚应该是200块啦，你刚是应该是200块，220块，不是320。哇，脑子想的跟做的刚好是两回事。他会走原因，因为盖世已经变不好夹了。对，这里已经都不好夹了，我觉得啦。那因为都没有在边边了，边边好夹的都不见了。对，220块两包乖乖，讲错了哈。刚理好的应该会比较好夹吧，应该是要拿个菜篮才对。好，这个我喜欢吃。好，就在这边100块看能不能吃得完呢、啊？这环境太吵了。是不是这样甩呢？甩一甩是不是就会出来呢？哦，哎，感觉有机会呢，感觉有点机会，原来有点机会。就反正甩就对了。哎呦，真的出货哎！哦，原来要甩哦，你娘的！哦，原来要甩哦。哇、哦，快出来了，快出货了。哦，原来也没那么难嘛，你只要。有咯，有咯，哇、哦，原来如此。哦，蛮好玩的哎。蛮好玩的，我不会因此沉迷上瘾啊，妈的，天天来这边玩。不过器材比较好玩，这个不好玩，这个没有器材好玩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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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！哎呀，出货啊，爽啊！100块出3盒，应该还蛮划算的哦。哇，出货，出货！幸好有看到那个年轻人在那边夹，不然我真的傻傻的。那年轻人蛮厉害的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控股啊！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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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 ，Oh shit！ 看，诈骗哦！
是。先停一下，拿个车菜篮。哎，拍谁？我拿一下。这里应该300啊，320块。现在知道了乖乖怎么夹了，现在终于知道乖乖怎么夹了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已经完掉300加120，420了。那就玩个500吧。哇，这堆，要去夹巧克力。这个是4颗星难度的啊，这个我喜欢，这3颗星哦。好了，520的哦，干，真的是搞。哎呦，10块出货！差点2包嘞！我操！小时候胖不是胖啊，有中了，中了，操！干，500加吧，有了，操！这妈有鬼耶！100块一包。100块一包，好了，玩完了哈，这个结论出来了哈，再来第二次哈，我们一直倒着写。再跟你要个箱子好不好？这个，小一点好了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夹到屎吗？哎，有啊，只是520实在太恐怖，第一次玩不知道。这样就可以试试看，那种
少台，如果你需要喝饮料的话，或者是你要累积点数，像这个都有贴一点，嗨嗨，就可以换后面那个柜台后面的那些商品。夹到之后有一点，就是都需要跟我们对话过来，好好累积点数。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厉害的很厉害哦，那么不会玩的像我这一种，就是出来丢人现眼的，520吧。哎，我再确认一下是不是520啊？因为我自己是带120的零钱，然后换了1000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400加100，对，520。厉害吧，我都快要笑死我自己了。蠢事不干第二遍。蠢事不干第二遍。哎，又零钱呢、啊？这是不是赌徒个性、啊？刚好600，590刚好590。会有一种侥幸的心态。哎，玩这个的人还这样啊？50块不给换呢？50块不给换，那只能再玩20块了。再来个乖乖好了。他有一次是看我夹太那个了，夹太多次都共估哈，送了我一个宝夹，有那个感觉。应该有了吧？靠！好，540，不好玩。其实钱不是重点啦，这个是有事情要忙啊，就是刚好我们的那个朋友说这 H 拿来夹这个好不好玩嘛？来夹娃娃看好不好玩？啊，我个人觉得就是这种游戏玩一次就好了，蠢事不干第二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Shen Four，然后呢，帮朋友测试夹娃娃机的视角，还有稳定度、走路的一个广角的一个范围，是不是他要的？然后，那个夹娃娃很有名的草爷啊，也是给我们买东西。曹爷也是给我们买过相机啊，我就是看他夹娃娃的才认识他的。那我自己是玩过几次啊，就是夹 GoPro， 那个是好玩的啦，那个没有技术可言。好，他地下室很宽敞哦，停车也方便。然后把我这个直播呢连接给我的客户，好，希望这个，当然这个也退流行的啦，这个想想就好笑哈、哦。花了多少时间我不知道，停止录像。